那我们最后这里还有一个 Sony 的小小 MP3，我们也顺便把它拆开来，因为我们最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 Sony MP3，因为我们最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 Sony MP3，因为它也坏掉。那我们最后这里还顺，那我们最后来顺便拆一下这个 Sony 的 MP3，因为它掉到水里，然后它就故障了，所以我们也顺便把它拆开来。我的水。哇塞，太酷炫了吧！哇塞！竟然这种超级便宜的 MP3 后面这个背盖是金属的，欸，太酷炫了吧！竟然不是塑胶的。哇！
好了，搞定，我们顺利把我们的 OK 顺利，我们把我们的 Sony Walkman 的电池也取出来了。